的吗？是用眼过度，加上昨天只睡一下下来，昨天十一点睡，两点就起来了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你说是昨天晚上十一点是早上十一点睡，哇，然后下午两点起来。我两点起来就在说，干，我是睡太久了。后来才仔细想一下，哦，不对哦，我是十一点睡的。不是啊，那你体检呢？啊，体检完了。哦，健康检查不体检，当兵的。哦，健检。你需要当兵吗？要啊，还没当兵的。就抽完签，然后就一直没有了消息。哦，我已经等了，九月到现在吧。你要去申请提早啊。我申请了、啊，我抽到空军了、啊，他就跟我讲说你慢慢等。啊，你是要等？你是要当四个月的还是一年？四个月。干你废物！干！什么废物？金矿不足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真正的高手都是不用当兵的，你知道吗？免疫吗？对，像我当一年的，就是废物中的废物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。你知道我们班同学，就是我真的觉得，我不知道是日文系才是这样这样。我们日文系里面，我们班七十几个人里面，大概有三十几个男生。然后三十几个男生里面呢，免疫的起码有十个吧，我记得。这些学日文都会那方面，我不知道，就每个各种奇怪，过瘦啦，过矮啦，然后有的是什么急着侧弯啊，什么露出啦，过粗，你是说过粗还是露出？过粗，哦，过粗可以免疫吗？这我就不清楚，可能检测的那个如果在帮你检查的，如果是为女性的。哇，或许可以考虑一下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守生者永不屈。高能瓦斯不足。战役执行。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需要更多能量。我遭遇敌人了，信仰让我无所畏惧，为了荣耀而战，听从你的那潜意，将荣耀献给我们一定会夺回艾尔。金矿不足，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不足，传送。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加。感觉欧西也是刚应该不知道是我，应该不知道，因为毕竟你不是开的，毕竟他连继续都被打，合理判断应该是不知道是我，对，应该是不知道。我可以穿越星系推理，送到床吗？要这么推的吧？哦，有了，小网开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不过你刚打天机会累个吗？不会，守生者永不屈。你遭遇雷格是？没有，刚刚有一场超级雷格。了解。执行官，有事吗？与敌人交战中。我们要往哪里？金矿不足。Corzella。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 ？Heroic Cry。金矿不足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一
要往哪？你要多盖一些水晶塔。为艾尔而生。我可以穿越星系规定，我渴望出击，承诺在天空等战斗的时间段，空间立场已连线。天空等着我们，为了荣耀。我可以穿越星系推理。但这怪我叫哦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需要更多能量。
靠，我人际往人家点了三次，他最后还是回到我身边的。感觉我第一波太亏了。